好，我是彤彤姐姐。今天特别邀请到遵义国小的王宪阳老师来到现场，欢迎王老师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哇，刚刚呢，我们听到一首非常轻快有活力的歌曲，叫做《恋爱 ING》。哇，这也是彤彤姐姐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哦。那这首歌呢，是由我们现在的摇滚天团五月天所自己创作的歌曲。哎，说到创作，要来问问看王老师有没有自己试着创作过呢？我们平常在学校会教小朋友创作，我们就会把一些像绿油精，然后把它配上小朋友自己创作的歌词，那就小朋友就是简单的创作。创作呢，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有很多有名的作曲家。先来考考小朋友好了，请问你知道交响乐之父是谁吗？老师，海顿。哎呀，果然是老师，厉害厉害。那么我们再来考一考大家哦，请问乐圣是谁？贝多芬。没错，相信呢很多小朋友都有听过贝多芬这个作曲家。不过呢，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小故事是你不知道的呢？要请王老师告诉我们喽。贝多芬这个音乐家，他在音乐史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他一共写了九首交响曲。那有很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，例如我考一首。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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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金二交响曲吗？不是不是，命运交响曲。对了。为什么是人家来？是命运交响曲。为什么是命运呢？因为有人来讨债。所以就敲门。叩叩叩叩。叩叩叩叩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以前贝多芬常常被讨债，因为他那时候非常落寞，就对了。哦，穷途潦倒。这个还没有，最惨的时候，他在写到最后一首第九首交响曲的时候，他耳朵已经听不到了。哈，对啊，他是音乐家哎，他耳朵听不到。对啊，像我们如果一般跑运动选手，他脚受伤了就没办法跑，他音乐家他耳朵听不到了。他没有放弃，他不跟命运低头，他写出了最后一首最伟大的合唱交响曲。哦，里面最有名的大家都听过，我哼一段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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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是。这首曲就是最有名的《快乐颂》。是的，《快乐颂》是不是他希望大家听到这一段都会很快乐呢？所以他当时在编写这个交响曲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一部分编了人声进去吗？对，他整首曲都是用合唱下去写的。哦，很酷很酷。那么接下来正音国小的小朋友会为我们带来这首歌吗？对，就是带来快乐颂。哦，所以要用吉他的方式来表现这首快乐颂。对，没有错。好的，那我们赶快一起来欣赏正音国小吉他团的表演咯。好听优美的旋律之后呢，有没有发现它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哦？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它
为什么可以坐在一个木箱上面呢？这个木箱不是普通木箱，它是一项乐器，叫做木箱鼓。哦，原来它是鼓啊，不是椅子哦。不是，这个木箱鼓是现在可以渐渐取代爵士鼓的一个乐器。为什么爵士鼓这样子一套拉里拉扎加起来也有六七八个哎？对，那我们听听看这个木箱鼓来示范一下大鼓的声音。比较低沉的声音，对，比较低沉。听看小鼓的声音，比较轻，稍微清脆一点。对对，那我们综合起来听听看，哇，哇，很棒很棒，哇，这听起来呢？连他的动作啊，连你在拍鼓的这个动作都变得非常有节奏，很有韵律感呢。对，因为这个乐器很方便，我们去哪里表演就不需要扛爵士鼓，我们只要拿一个鼓去就可以了。哦，没错没错，所以呢越来越进步，我们有时候出门也不用带那么多东西了，对，没有错，有一个简单的木箱鼓就可以做出大鼓小鼓的音色哦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一样来欣赏正义国小的演出，赶快来看看吧。